想要一人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如我所愿？你可曾问过我是否愿意？你为何不愿？明明是我们三个自小一起长大，可是你的眼里永远只能看到师兄一人。只要他开心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看看这住世园里的人，有哪个喜欢你？小心！我这一身武艺，就是为了保护你。我不愿看到姑娘孤身一人，就算是以后姑娘不要我，我也死都不会离开。对不起，花容主。若是你愿意，我就在这里。这真是我可以握住吗？